天气晴好的日子，来到水南牛条湾大排，这边看起来是一片的平静，但是大家应该够有印象，大力风台来的那几日，大排的水含台风，是让大家烦恼到袂过哩。你着把手甲看，你看社区，全部拢关了。啊，你一旦若破题哦，这么过去来这是破题，部分破题啊，搁议题就对啦。啊，你假设伊若破题搁较大来，搁要落去来讲是难以想象的。就是因为旧条湾大排的太空包台风，为93年就一直坑到现在，当水的功能已经减少真多，所以管府才会希望中央协助进行应急工程，加紧防灾的速度。今年台风可以稍微帮我贴一个，伫这个闸门内底吼做抽水机啦，抽水机吼做，即个做4cm的抽水机，直接从内水甲排出去旧条湾溪吼，安尼可能有法度较上水啊。降较低吼，啊顶头流域的水道当去切吼吼，当这个大排卡加做2000万的迄个闸门抽水机，啊伫万兴我嘛提同款吼，提一个1900几万的闸门抽水机，然后是希望讲中央会当甲阮正视这个问题吼。听了管府含地方的心声以后，来到实地勘查的水利署副署长嘛提出因目前会当协助的部分。迄、那个阮会落去检讨修正这个规个报告啦吼，啊若应急要用。阮看是要来五和局这来调配吼，也是讲阮水署搁临时来先来买一个移动式的吼，这个义务里家啦吼，阮先来加高啦吼，加高的这部分，阮先来筹备啦吼。啊，里家可能搁爱甲各位乡亲有欠吼，摊到啊有乡亲来讲讲，我请皆看几十遍的啊吼。事实是安尼啦，真正确实有困难。除了古调湾大坝以外，水利署嘛到口湖后尾含高坑的车身轮顶所在勘查，都亲像民众所讲的，官员来现场看几摆拢无效，有这个作为，雨水缓袂过来，这是民众的希望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